三年前在青州机场，我们确实有过一面之缘，但那个时候你应该没有注意到我。机场？因为那个时候你正在忙着哭。啊？联络方式可提取。我们抱歉的通知，您连轴转了一个多月，好不容易串了三天年假。 都约好跟你去江镇看枫叶了，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呀？是不是低血糖了？你等一下，你把这个吃了，应该会好一点。要不这些都给你吧，如果你还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就多吃几个。是你啊，你那天低血糖。 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准备秀我的上线，所以我就加了几天班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去机场接人的。你那天真的吓死我了！哎，小心！你等一下。 所以那天在星辰的电梯间，你是认出我了，才一直盯着我的。所以我的手链是三年前在机场掉的。各位旅客，请由下。我能起飞了。现在我先走了，请您抓紧时间上飞机。 事情就是这样，手链确实是我捡的。原来是这样。NK 那儿，你要不然……你不用担心了，我会搞定的。